嗨，到家了吗？累不累啊？今天晚上吃的什么？好吃吗？吃的什么呀？快告诉我。是不是吃了很多很多的麻辣烫？哎呀，大冬天的，特别喜欢吃麻辣烫吗？我就不太爱吃。啊，我今天也是上了一天班，超级超级累。哎，到家之后超级超级疲惫，哇，都有一点小昏昏欲睡，但是还不能睡，先要赶快洗个澡。啊，脱完衣服洗个澡，应该就很不错了。你有没有洗澡？还不赶快洗澡？赶快洗个热水澡。好了，我说的不是我在床上等你，在床上肯定有人等你，对不对？是你的小熊，还是你的布娃娃？今天晚上需不需要我陪你睡觉？需要吗？真的需要，还是不需要？如果说不需要的话，那你就自己赶快睡吧，赶快睡，赶快睡吧。睡不着，那我就勉强陪你吧，好吧？那我陪你数羊吧，一只羊，两只羊，三只羊，四只羊，五只羊，六只羊，七只羊，八只羊，九只羊。11只羊，12只羊，13只羊，14只羊，15只羊，16只羊，17只羊，18只羊，19只羊，20只羊，是不是感觉在你耳边给你数羊？是不是感觉耳朵痒痒的？是这样。21只羊，22只羊，23只羊，24只羊，25只羊，26只羊，27只羊，28只羊，29只羊，30只羊，31只羊，32只羊，33只羊，34只羊，35只羊。36只羊，37只羊，38只羊，39只羊，40只羊，睡着了吗？我又有一点打哈欠的感觉了。那今天就先到这吧，赶快睡吧。每晚3分钟，跟我一起做。好了，早点睡，早点睡，早点睡，在你耳边穿行。